你准备好了吗？结局这些还没部分，再过大情急，人不欢迎黄松韵，然后欢迎到的是韩松韵。是一起走过长长红毯和玫瑰花的宫门，就得是交换以后，即使未听到钟声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演员韩松韵。纵然若即若离，忽假忽真。